亲爱阿嬷甲阿舅阿金平安，感谢恁的辛苦。昨昏是课后圣经班，即学期上后一摆的上课，真感谢主使用我，会当做以前毋敢做的代志。上帝真正改变我，伊真是奇妙的，伊予伊家己的名发光伫中仑的社区。予人对黑暗中看见主的光，我伫遐嘛头一摆带囡仔传福音。